这里是万锦市的市中心，今天气温是很高的，那是希尔顿酒店。现在已经达到零上四五度了，哎呦，这是冻上了。这个是一条小路，现在你看被水整个给淹没了，然后冻住了。现在应该算是春天了，万物开始复苏了，雪也开始比较化了。但是属于乍暖还寒的时机，所以穿衣服随意了。你愿意穿薄帽衫也可以，你愿意穿厚羽绒服也可以，属于乱穿衣的世界。这地面还是这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商用两铺的地区，上面是都是 condo， 然后底下都是店呢，有事务所之类的。